不是咋回事的，我好像是翻了回来的，来，你咋回事的？是液晶的还是台？现在就碰下来，我觉得不把人碰下，走回来，就是走了，就是走了，我就把这是翻了回来，我这就看不见了，去喝一片。写到医院里去接，很多很多烟，我看都看不见，就一点片，漆黑一片。后来我就开窗嘛，开窗有点亮光啊。后来我爸就喊我说：“快报警！”我就打119了。好不嘞，你你说了个干啥？新的这个是吧？我哎，来了听说。纯粹的拎到这么大。哦。不是电脑拿走了。这什么烟都有可能的，一般是电烟脱皮了。啊，当时你哪里的亮？当时就我睡觉，我女儿睡觉，睡觉房间，我们睡客厅的。哎，你叫他们，你不去上楼去。哇，真是爽的。